聚集思想家与行动者，请听自己内在真实的声音。整理之前，需要从心来做探索，简单成为你家的一个主轴。我们对于这个家，这个家如何帮我们实践我们的人生？从小到大的物品，它其实就记录了我们每一个情绪跟记忆，在每一次的整理之中，看见真正的自己。解头脑的渴，开领略之门，人文讲堂。